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的鱼豆姐姐。今天呢，我接到了一个探险金字塔的任务，不知道这个里边宝贝多不多，走吧，让我去看一看。先穿上我的装备，这么多子弹，这回要是再碰到爆爆蛋，我也不怕了。太渣，用这个，我这么厉害根本用不到，我就看看有啥哈，根本就不稀罕，万一有啥线索错过了呢？像我这种操作极其厉害的人，那些东西都没啥用啊。走吧。装备放在那里长毛了怎么办？我可不是怕了，我就是怕他们这个放在那儿坏了。那些东西都没啥用。需要一个钥匙，那让我找找啊。这没有什么难度。哎呀，这里还有一个怪物守候，看来这块肯定有不少的好东西。不开一集啥也不是。哎，这怎么还有陷阱呢？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呆呆地站在镜子前。这次不成功便承认，再来。什么东西啊？看来这个金字塔就是我们的目标了。这开门还是这么暴力，沙子我们捡起来，万一要是能用到呢？咦，这个踏板是干嘛的？这机关都不灵了。我还是谨慎一些吧，这么多怪物，宝贝肯定都在这里。那我们就回去看看哦，下次看看，里边肯定有不少宝贝。芝麻开门，还想坑我？这回我可不会再碰什么陷阱了。哎呦呵，这还有看门的，我就说嘛，肯定还有宝贝。这回我可不会再碰什么陷阱了。